青离，你在西院受过的苦，姑以后一定会加倍补偿给你，姑愧对你。你欠我这么多，一句以后加倍补偿可不够。来人，把丑妃押入大牢。青离，对不起。为什么不站出来帮我解释？明明不是我。青离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没有想过要害你。原本以为你跟这府里的人都不同，可是到头来，原来你们都一样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。